来了，这个家伙干困难你完成，好妖啊！想说爆了就要冲那个，先讲啊，我是缺七的啦，他这个要给我七也可以啦。帅到分手，这个拜托给我爆，几率我不知道，爆，好可以的，啊。22%蛮高的啊，22%很高吧，比红变还高啊，我喝多水，靠，不及时光机哦，晚点再弄啊，操的，这我怎么了，我播星球崛起又是时光机哦，妈的。不信祭品随便的，几分点哦？我看选一个几分的，1.02分点，再3秒、2秒、1秒，加6印章。这分身用的，这不是狂。20%还要5个，对啊。又要靠赛啊，拜托给我个6，我想要低升过6，我就再点7，过7送一单，过7送一单，加7送一单，拜托给我一个6，加6印章过，分身小号啊，小号没差啊，我没有在练，不行再点回来就好了，加3，哎呀5没过，可惜，可是要6才有用啊，加6，再多过一个，欸，全部爆光光，欸，我操，没了吗？哎呦，加4，加5，再多过一个，哦，干，一定要干，我不敢点，欸，一定要再冲，加6，欸，直接祝福，欸，哦，第2次，拜托，我的6啊，各位6起来，6起来 GO，不好玩，啊，都差临门一脚，对啊，因为身上是6的，我输也不会输那个啊，哦，加6印章我都一直点不出来，很可惜耶，刚刚2次机会，2次机会没过，还有一只没有，还有一只，还有暗棋啊，还有暗棋啊，点饰品的运还不错啊，欸，加5印章不好点耶，我以前加5印章也是花了一堆钱，现在怎么那么好点，奇怪，
以前加五印章花了一堆钱，现在免费就点到了，但是就点不到六啊。犹豫太久，我也觉得，刚才说了，这一只没有什么可以点。哎，还有，还有一个加三的，要连过三太难的啦。哇，视频被我点光光。是。四五六，第三次。哦不，我先喝个水。是六吗？真的太神啦、啊哦、免费的耶，没有花钱的来了。加六，如果加六就不停，继续清加七。加六，恢复印章开哦，爽啊！加七送一单，提升了，爽！多一减免，加七一定送单，哇！可以剪精华，七不太可能吧？不太可能吧？不太可能七吧？这个七就太神了。我都没有送过单啊，不过以后才能送哦。最近没有什么钱。会早一天抽啊，早一天抽啦，不是今天抽。因为最近经济拮据，准备抽单了，准备。好嗨哦，不然我就要等赎回了。准备，相信啊，自信。怎么抽？就早一天直播来抽啊。不是现场抽啊，我现在没钱。来啊，准备，不然就拍个精华，然后留言。吸起来，加七回复印章，仔细开奖，没有啦，我会拍精华了。